Hello everyone, how are you today? 大家好，我是 Teacher Olive。 今天和孩子共读了哪本书呢？冬季亲子共读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是 My Snow Globe。 雪球造型的应验书很吸睛。再来往前面看一点，哦，有看到吗？这是模拟雪球玩具的 feel 诶，透明片可以看清楚里面有什么哦。再拉近一点，哇，这些 snowflakes 都是有触摸的感觉的。